大家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呃，积善之方这一段的文字啊，“善事常以败，而善人常得谤。”这两句，我们读到。 有非常深刻的感触。为人人长者，况之而复一之，其功德最宏啊！这种情形，只有要靠啊，人人长者，他们出面来纠正这些邪恶的错误。 教导他们改邪归正，保护、帮助善人，使他成立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。下面第四段呢，何为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为良心？世路易易，最易莫逆。凡与人相处。 当方便提示开启迷惑，偏忧长夜大梦，而令之一绝。那、嗯、么，什么叫做劝人为善？廖凡先生说：“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怎么会没有良心？” 良心，实在，就是《三字经》一开端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性本善就是天理良心啊。可是世路意义，这个“意义就是忙忙碌碌啊，形容这个世界。 最易莫逆，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人本有的天良被这些迷惑了，啊，被这些诱惑迷惑了。 道理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方东梅先生家里遇到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，啊，他们在向方老师请教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，啊，谈了很多。 我也在旁听，其中有一位先生呢，提到另外一个问题：，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，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。中国周朝八百年，它也亡了。 西方罗马一千年也灭亡，他们就问了：美国将来灭亡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非常严肃，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，说了两个字：电视。他说：美国将来亡国的原因，第一个因素是电视。 电视是个工具啊，没有善恶啊，怎么会叫做国家王国呢？电视里面播的内容是什么？全是杀盗淫妄啊！无论是大人小孩，每一天面对着这个画面，这个是最易莫逆啊。 受这种污染太严重了，啊，所以方老师讲啊，美国王国不是亡在国外的英年，没有人家会侵略他，会去打他，而是自己灭亡。当时他也提了一个警告，台湾千万要注意啊，如果电视要不好好的把关。 走向美国这种自由开放，台湾将来的社会不可收拾啊！似乎都被他老人家说中。那么现在除了电视之外，还有网络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再看底下的文，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示。 开启迷雾，我们跟人家相处要存仁慈的心，要存爱心，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，提醒别人，让他破迷开悟回头是难的啊！譬忧长夜大梦啊！ 而令之一觉啊，他正在做大梦啊，我们想方设法，希望他醒过来。必有酒性烦恼，而八之清凉为会罪。富。这个“富”是广博啊，譬如这个人。 就现在烦恼，这个是今天社会好像很普遍的。我们怎么样给他一副清凉剂？这个恩惠是最大的。韩愈：“一时劝人一口啊，百师劝人一书，教之与人为善。虽有形疾，然对症发药，是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” 涉言涉人，当反无智。韩愈，唐朝时候人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当面劝人，这是一言辞啊，要广泛的劝导社会大众，那只有著书，啊，这才能做得到。 啊，所以教之为呃，与人为善呢、啊，虽有形迹呃不同，可是一定要懂得对症发药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。啊，新现代这个社会害的是什么病？啊，善人。 就好比是个良医，你一定要懂得病症的根源，如何来治疗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设言是不当说的，你说出来，这叫设言。啊，设人。 是你不当啊教导的，你来教导他比如说，许许多多讲经的法师，我听说过，我也听他们讲过，他们所讲的都是唐宋古大德的注解，这个讲给人听呢，这是圣人呢、啊。 他们这些人是现代人呐、啊，他们得的那些病呢，跟唐宋时代的人并不一样。拿唐宋那个药方啊，给现在人吃，没有效果。啊，这个是射精的人是人呐，对象呢，那就是世人呐、啊。在现代，科学技术发达。 不用著书啊也行，著书在今天效果好像并不是很大，啊，今天效果最大的无过于卫星电视传播，啊，网际网路传播这个效果大、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懂，不能不善于运用啊。 这些高科技对传播啊，用这个东西来劝世间一切大众啊，可以不必再印书了。我们将这些画面啊，将这些讲解制成光碟，广泛的流通。 利益大众，这是好事情啊！下面一段何为救人为急啊？我们看看这一段文：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以欲之。 当如同患之在身，所谓解救啊！人生在世间，患难颠沛是很难避免的，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每一天。 从报章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，灾难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些都是非常凶恶的预兆不是好事情。 啊，前年，美国同修寄一份资料给我，是美国国家统计的数字，每一天青少年犯罪率达到六千九百万件，报案的，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啊。我曾经就这桩事情。 向大洛杉矶地区总检察长请教：“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？”他说：“是真的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情形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现在还在增长，啊，还没有办法了，把它止住。这又两年了，我猜想呢，现在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一定超过。” 七千万件，每一天呢？你说怎么得了？你说这个多可怕啊！真的如同款实在是同款是毒疮啊！啊，人身上生了毒疮，你就晓得多痛苦啊！如何来帮他解救？啊，这是举例来说。 或以一言生其屈意，这个人有冤枉，我们帮助他啊，能够发一言替他伸冤的；或以多方激起颠连啊，颠沛连的之苦啊啊，我们多方面想办法救济帮助他。 崔子曰：“惠不在大了，富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？啊，恩惠不在大，救急要紧。人有急难，如及时雨啊！赶快要去帮助他啊！那么现在当前的急难，我想想。” 最大的劫难，最严重的劫难，无过于思想的危机。这个危机已经普遍到全世界，任何一个国家、地区，我们很安静，仔细听听周边人讲话，他讲些什么。 从他讲话当中，我们就体会到他想些什么，啊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，行为种种过恶啊，都是从不良的思想产生的，所以这个思想危机才是根本呐，啊,啊，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呢？ 圣贤道德的教诲呀、啊，完全失掉了，没有人提倡了啊！教化众生，教化全世界的众生，最有效果的，就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络传播。 那么我们看看电视的内容是什么，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，就知道了。电视、网络里没有道德，没有仁义的教学，只有杀道赢妄啊，只有争名夺利啊教人怎么去竞争，怎么去斗争，到最后怎样去战争。 啊，发展到战争，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所以今天整个去向啊，是如此如此，这是人间的大难唯有至死人人能够挽救世界劫运的是哪些人呢？是今天有权力操纵。 传播工具的人，他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，他也有能力挽救世界。啊，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挽救，就在他们一念之间。底下一段，何为心坚大利？ 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这邑也是一个城市。凡有立业了，最宜兴建。啊，这是在古时候明朝那个时候那种社会状况之下，或开渠倒水，啊，开这个河流，啊，引导的这是水水利工程或筑堤防患呐。 或修桥梁，一边行旅；或是茶饭，一济即可。虽愿劝导，谢力心修，务必嫌疑，勿辞劳怨。啊，我们从过去人。 他们对社会做这一些福利的工作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倡社会福利事业，应当努力去做，要看先前社会的需求，那么在今天。 社会间最大的大力是伦理道德的教学啊！这个事情说难也不难，在过去的时代那的确是困难。如果社会演变成今天这个现象，真的。 诸佛菩萨、神仙都救不了啊，无能为力了今天谁有力来挽救呢？我刚才说过的，啊，有权利操纵啊，这个卫士、网络，这些人有权利啊，他要运用他的权利。 每一天能够用一两个小时，啊，提倡仁义道德，提倡啊神圣的教诲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不到一年半年，风气就改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都有良心呐、啊，可惜没有人唤醒呐、啊。 只要有人唤醒，常常在这里讲，他们良心会发现，啊，良心发现回头是岸呢。这是现前最大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。第七段，何为舍财作福？啊，舍门万恨，以布施为先。 所谓布施者，只是施之一字而啊，射门是讲佛门，啊，佛门讲这个菩萨行，那个方法手段无量无边，啊，但是总归起来，不外乎布施。 据菩萨行六个守则，头一条就是布施。什么叫布施呢？布施就是学，学己为人。大者内学六根，外学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学者。 这个不是普通人，大者啊，大是通达了。谁是大者呢？在佛家讲，化身菩萨才真正是大者。为什么呢？他真的完全舍掉了。这些话讲的是事实啊，不是虚构的。可是，在凡夫做不到啊，啊。 凡夫啊，能够舍财，能舍身外之物，就不错了。啊，要让他内外俱舍，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这个办不到。下面说了，苟非能然，如果做不到，六道凡夫做不到。先从财上布施。啊，我们先从这里下手。 世人以一时为命，故才为重要。吾从而学之，内破物之悭，外济人之极。时而勉强，中则泰然。最可当地私情，却去之令。啊，所以佛教人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布施。啊，我学佛。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张家大师啊，我第一句话向他请教，我说我知道佛法好，我很想学，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的切入？张家大师告诉我有。 看破放下，啊！我接着向他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他给我说：“不是。啊，劝我学布施啊,啊，我就真听话了，啊、回去就真干。 啊，所以老师很喜欢我，啊，他教我东西，我真做啊，啊，做了果然有效应，啊，所以心从财布施，这个效应是什么呢？把我们一向的艰难的心呢，减轻了、啊，断。 当然是不容易的，减轻了、啊，就是贪心吝啬不像从前那么严重了，啊，对外呢又可以帮助别人，啊，这布施恩惠呀、啊，所以初做的时候勉强，啊，到后来呀，啊，就慢做成自然。 这个布施勉强，我自己的经验，十年了、啊，前十年呢都很勉强啊，十年之后慢慢就成了习惯了，啊、到现在呀、啊，几乎连痕迹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心地清净了，啊，把自私自利、名闻利扬贪嗔痴慢呢，都布施掉了。 再看下面第八段，何为护持正法？啊，我们说到这里，尤其现在在中国这一条重要啊！啊，中国的社会现在被一些邪知邪见、邪教扰乱的，使大家困惑不堪。啊、如何能破除？ 邪治邪机，如何能够制止邪教呢？唯有护持正法啊！古人所谓的破邪行正啊，破邪是目的，如何达到破邪的目的呢？行正就对了嘛！啊，行正才能破邪。 如果正不能行，邪就决定不能破啊！法者，万事森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裁成万物？何以脱臣立父？何以经世出世？这是把正法它的好处。 略略的说了四点，这个正法，佛菩萨教诲是正法，儒家的教诲是正法，道家的教诲是正法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也是正法，他们在这个世界。 流传了千百年呐！啊，印度教流传到今天，世间人公认它有八千五百年的历史。啊，犹太教有四千年的历史。啊，拜火教好像也有人写小说里的叫明教。啊。 我们一般也称它做拜火教，它差不多有三千五百多年，都比佛教早啊。佛教以中国历史的记载，今年三千零二十几年，啊，现在外国人承认的是两千五百多年，啊，再往下来推，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。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这个呃西历啊两千零一年啊，西元呢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。那回教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啊，锡克教。 也有六七百年历史，最短的巴哈伊教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。我们仔细看看，历史越悠久，他的法越正啊！啊，传了这么多年，这个世界上。 许许多的人还是把它当做真理，向他学习，一教奉献。正法了，如果没有这些正法，怎么能够参赞天地？啊，参是参与，暂是帮助，啊，这个就是。 今天讲的大自然呢，我们能怎么怎么能够参赞这一些自然大自然啊？何以能够财成万物啊？帮助一切万物，这些都是说的物质文明。 下面的两句，那是讲的精神文明，何以脱尘立赋啊？超凡入圣的，这精神怎么？何以经世出世？啊，经营这个事出事法。故凡见圣贤妙貌。 这个庙宇是圣贤弘法立身的场所，我们见到了啊，见到道场，见到圣贤的造像、经书典籍，这个我们称为法宝，皆当敬重而修持之。 我们要尊敬他，要重视他了。有损坏，要赶快把它修理。至于举阳正法，上报佛恩，尤当勉励。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综合这个地方一点意思，第一个，我们决定要尊重道德。 道是人生应当走的堂堂正正的一条大道啊！什么是大道呢？我们今天讲的秩序，社会的秩序，家庭的秩序，宇宙之间，我们晓得。 太空当中，许许多多星球，啊，我们行星绕着太阳有秩序啊，它不乱来啊。太阳绕着银河系有秩序啊，啊，这自然的秩序啊，天道啊，啊，人道跟天道要能合一啊，啊，人道是什么呢？ 儒家讲的伦常，啊，伦常是人道跟天道合一了。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有秩序，一点都不乱呢、啊。啊，就像人与人的关系有秩序，它不乱呢、啊。 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。如果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我们的道就失掉了。道失掉了，社会就动乱，天下就不太平。圣人的教诲，教我们这些道理。如果 我们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，参赞天地，财成万物，就是把这些关系处好啊。关系处好了，那就是圣贤。圣贤教学的场所，心学圣贤教学的典籍。 我们一定要尊重啊！我们要懂得尊重道德，要崇尚善心，要行仁啊，要行仁义呀，要重视啊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要重视正法的教育。 幕后讲，有当勉励，特别是在我们先前这个社会、啊、第九段，何为敬重增长？啊、这将伦理了。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于反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势高，皆当加以奉祀啊。 我们中国人常讲“忠孝传家”，我们的德行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尊重、尊长啊！我们家里父兄啊，是我们的尊长，要尊重啊，国家的领导人。 一定要尊重。佛在《梵王经》的、就是、大乘菩萨戒经》里面教导我们：第一条，不做过贼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。啊，第二条，不谤过主，啊，国家领导人决定不能毁谤啊。 啊，《璎珞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，不漏国税、啊，人民有纳税的义务，啊，绝不可以偷税漏税呀、啊！啊，第四条，不犯国制，国制是国家的法律，啊，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违反。 你看看这个四条多么重要！这个四条做到了，就是敬重尊长啊，敬重社会呀，敬重国家了在家而奉事父母，十深爱温荣如心如身下气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各天之本。 现在家庭已经不教这些了啊，所以儿童不懂得这些道理啊。许许多多人说儿女不听话，不听管教，你没有教嘛？你怎么能管教呢？不但你没有教啊，你的父母也没教。你。 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佛说的好：“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恕怪也。”这一句话虽然讲的很柔和，我们听了很难过，很痛心啊，教儿女从哪里教起？古时候从《弟子规》教起。 从啥时候应对教起啊？现在谁懂得？台湾还有几位智死仁人在提倡啊，小学啊，让这些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念中国的古书。 很难得，很难得。希望这个提倡啊能有效果。啊，我们今天在澳洲建立一个小道场，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学《弟子规》啊，把这个定做我们第一个课程要背，要能讲，要能做到。 从学做人做起、啊、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佛呢？啊，了凡先生这些话全在《弟子规》里头。啊，出二四君，行一四，勿为君不知而知之也、啊。这个“君”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领导。 无论你在哪个单位，单位领导人就是军人。啊。我们做一桩事情，千万不要以为领导人不知道，可以私下了胡作妄为，那就错了啊。行一人我为君不知而作威。啊。如果我们惩罚一个人，千万不要认为领导人不知道，我可以任意去欺负人、欺压人，那你就错了。 视君如天，故人格论，此处最观应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云而昌盛者，且须慎之。啊，要叫我们谨慎从事啊。这些地方最关应德。啊，你做好事，别人不知道，这即应德。 你的领导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，这是损你的阴德了。这个事情做不得，果报可畏呀！再看幕后这一段，何谓爱惜无命？这是培育仁慈心。凡人之所以为仁者。 为此恻隐之心而已。啊，这个恻隐是怜悯心、同情心。啊，人之为人呢、啊，实在讲啊，就在这一点呢、啊。求仁者求慈，积德者积此。啊，无非是。 正以我们的恻隐之心啊，这就是仁者，这个就是积德。《周礼》：孟春之月，牺生，勿用平啊。这周《周里头周公定点啊。孟春是正月啊，正月要祭祀的话。 祭祀都是用些动物啊，杀生来祭神明，不要用母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他生育的时候，要怜悯他、啊。孟子谓君子远庖厨啊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啊。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。 啊，儒家讲的，佛家虽然没有禁止肉食，但是佛劝人呢，叫吃三斤肉。啊，什么叫三斤肉不见杀，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；不闻杀，杀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声音；不为我杀，啊，这个是不是为我杀的？ 都是保全恻隐之心而已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一直到梁武帝。梁武帝度能切金，真的是大动恻隐之心。他把肉食啊断掉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教吃素。 啊，不吃肉，素食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。这个不是佛教本来的教义。梁武帝是佛门的护法，啊，他以国王之尊提倡素食，形成了素食运动。当时这个出家人通通响应。 一直传到现在，啊，在家居士也响应，这是一桩好事情，啊，素食对于健康决定有好处，啊，尤其是现在的肉食，现在肉食含的病菌呢非常多，非常严重啊，病从口入啊，如果你们。 要以为哦，素食不健康，肉食才是健康的。我可以给你做证明的。我素食吃了五十年了，啊，我一生没生过病，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？啊，那个新加坡徐哲居士。 今年一百零二岁，他是胎里素啊。他一出世就不能吃荤腥，吃荤腥他就要吐他那个素食一百零二年，身体健康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啊。所以在新加坡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一百零二岁的年轻人。 啊，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呢？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作祟。啊，下面说，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。啊，为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啊，这个跟比释迦牟尼佛加了一条，加了一条,、嗯、了一条叫自养者。啊。 学者未能断肉啊，且当从此戒之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要想养成这个健康的身体身体，不能不注意这条。幕后，这个了凡先生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、渐渐增进。 慈心增长啊！不特杀生当戒，纯动寒林戒为物命，求死逐锦锄地杀虫，念一时之由来，借杀彼一字后常常想到这个，我们心里面很难过、啊。为了生活，没有办法不杀生。 啊，知道这个道理呢？慈悲心恳切的人，他不穿丝织品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伤心，你看一件绸缎，多少残命啊，多少生命在里头，怎么能忍心？啊，穿皮的衣服都是杀生取他的皮毛。 不忍心呐！啊,啊，耕地种植地上许许多多的小虫啊，都死了。我们才得一点粮食啊！啊，我最近在悉尼参观一个农场，是出家人开办的。啊，他们把这个蔬蔬菜呀。 种在这个塑胶的篮子里面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种在地上？种在地上啊，耕地、啊、会杀死很多小虫。他说我们种在篮子里面，费的工程大很多但是不杀生。我听了的时候很受感动，很难得，这个值得提倡。他还是用这个土栽。 不过把土啊放在塑胶篮子里，大的篮子，避免伤杀生。呢。故暴天之逆、啊、我们吃东西不爱惜、啊、饭菜吃剩下的时候就丢弃掉，这个造孽，这个罪很重啊，当于杀生的。 这个罪业该杀生，没有两样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见者，不知其极，皆当委曲放之。我们总要懂得防范。啊，古诗云：“爱出常流饭，怜我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”善行无穷，不能但说说之不尽。 由此实施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啊，先生在此地举出这十个例子，希望我们从十个例子去类推，啊，认真努力去修学，自然善行就可以圆备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嗯